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今天自己的说唱台张小野。那么我们今天我一定要过这一关，我这一关卡了好几天了，我今天一定要过这一关。啊，昨天居然死在实验室门口，气死我了。昨天竟然倒在实验室门口啊，真的是气炸了。唉，把握时间直接上。出来了，出来了。毁灭证据。等一下，忘记关我的。好，好，现在我们只要等他，哈哈哈，双杀，双杀。我们在这边蹲一下，哦，等他搜查完毕，没那么快。我发现其实我们开完水就可以闪，知道吗？因为我们不需要拿那张 BB 卡，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就是直接把那个楼下的那个实验室人员搞定以后，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进实验室的，所以就算没有拿他的卡片其实也没有关系。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走那个，侧门进去，好险！这家伙怎么还不走？
如果我们走侧门进去，然后我们很快速的闪过那个监视的人前面，搞不好也可以哦，在想。房间里我想应该是有东西的，只是我比较怂，不敢进去。昨天竟然有人走到楼下来，害我们差点露馅。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家伙会走下来，看一下的行进路线好了。昨天就是因为有人走下来，害我们一下子被发现，搞得这边尸横遍野。本来没有要做掉那么多人的，都是那个临时走下来的人的锅。好吧，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人了。没反应吗？好，不要拖时间，赶快先把人拖过去。时间有限，就不要浪费时间。好，我们看看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消防，在这里动手不知道会不会被发现。好，一个人过来。嘿嘿，这武器最好先丢掉。一颗硬币，弄死三个人。对，没有死。
塞，上面不会有人下来吧？新伪装。哎，我是不是没有地方藏啊？这边已经满员了。哦，那么还有一个箱。好，这样可以。啊，可以直接藏这里的嘛。关门，谁也进不来。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昨天的路线，先把我们的硬币弄出来。哎，我，啊，算了。那个人好敏锐啊，他就这样就会发现我。看一下，entering the ether lab requires a key card and a uniform. Luckily, it seems both are within reach.那个人会发现扳手，不需要扳手。其实是想放倒这个家伙的，观察一下他的行进路线，有没有办法放倒他。有点不好搞。很好，我们就照这个路线。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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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人，我们放倒那个家伙以后，他的身体不好收。可能把他的身体拖到这边来放，可能还好一点。
是，等一下，捡起来。哇塞，等一下，啊，被发现了。被发现了啊！我这具尸体没藏好啊！气死我了 ！Hello！啊！可恶！这具尸体不好搞，因为这边没有适合的。这边没有适合的地方藏。我们现在把握时间，我们看能不能一次把这些事情全部搞定。看一下那个女的要出来了，我们就直接开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就走人了，我们就不在这边等了。对，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那个，我们就可以省下在那边蹲等人的时间。看吧，我们真的是越来越顺手了呀！我们现在简直杀人不眨眼，越来越顺手了。是不是我在讲？哎，拿出我的硬币，来吧。这边只要小心，不要有人又突然走下来。我有时候动作都迟疑太久，都拖到有人发现我才动手。这把枪我不要了。好，确认一下，没有人会走下来。到底那个时候那个人为什么会走下来？不懂。好，我们现在再次拿出我们的硬币，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吧。没有人会走下来吧？好，来，
毁尸灭迹一条龙。不对，这个人还没有死，对，这不算毁尸灭迹，丢掉。好，把枪丢掉，我们又是清清白白的一个管家。再次拿出我的硬币，地上的硬币要回收使用。好，再来故技重施。这叫做一元杀三士。啊，看我现在做这件事做多顺手啊。是灭迹一条龙，唉，说什么好呢？原本我也是一个善良的人，都是被逼的。呀。这次我真的要想一下怎么处理那个家伙。这里其实很适合当我的临时据点之类的东西。可是没有办法，因为里面的人会认，有一个家伙会认出我，那我觉得很困扰。如果我有办法把里面那个家伙骗到外面来，弄死他，就弄昏他，相信可以省掉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奇异，进来干嘛？那个实验室里面的门是不是相通的啊？如果它不是相通的，也许我可以混进那个大房间里试试看。但是我要先小心一点，那边有一个会认出我的。我想试试看我们走进那个混进哪里去啊。我之前好像有拿到什么呕吐毒药之类的东西，只是我不记得是在哪里拿的。哇塞，等一下，巡逻的人也太多了吧。没错，这里是可以，也是可以下毒的。没有两个人，这里是可以下毒的。然后那个柜子不知道是干嘛的，可是后面有个家伙他会认出我来，所以我没有办法，随便走出去。就是一个柜子而已，没什么特别，就是一个柜子。那放倒这个家伙呢？其实应该是可以，你知道吗？
哎呀，附近有没有地方可以藏啊？就在我旁边可以藏，会不会有人发现啊？是说把这个家伙放倒，好像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前面那间。前面这间实验室是干嘛？我有可能混到那里面去吗？可是我需要有制服。试试看能不能混进去好。就好像不是很容易。不是很方便。比较简单的路线，我觉得还是我一开始走的那个路线。里面有一个研究员，可是周围的窗户都是透明的，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放倒那里的人，没有办法，算了，还是走这里吧。这里有一个箱子可以藏人。就不太好藏。有点远，就不是很方便藏。那个家伙还是必须要先放倒才行。不放倒他，实在很多事不能做。在这里动手太容易被看到。有点麻烦。把人骗到这里来，可是在这里动手好像也会被发现。如果在这个角落动手呢？我看一下那边那个巡逻的人。我试试看在这里吧。我蹲在这个地方，好，在这里动手。
然后把它拖到这里来。这样子我觉得应该藏好，就我觉得这样子不会发现，我觉得啦。我已经把拿了几把枪了。这两个家伙的话，骗到这个地方来，我要先去关那个。太多把枪了，一把就掉。等上面的两个，等上面两个。研究员走开，我上去关那个实验室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通风器材什么的。他们要是不走怎么办？好，走了走了。好，现在启动进化程式。接下来还是得放倒那两只。我试试看在这里投硬币。我试试看投这里，我有点怕他们走过来就发现尸体。对，不是尸体，不要乱讲。那个身体放在那里，其实真的有点麻烦，知道？还有，我现在有点投鼠忌器。这个身体在这里真的害我很多事情没办法好好做。你爸把它再拖到更边边去吗？这好像是极限了。唉，好吧，试试看。试试看投这里好了。从这里会不会被发现？看一下，像会，不行，投这里会被发现。
都会被发现。这里呢？不行，有点明显。这里会看到那个人哦。会看到对吧？会看到对吧？哎，好烦哦！这里不能藏，因为这里是剧毒，这里藏人就会死，所以这里没办法藏。像我那个人藏哪里好啊？那个人没地方可以藏，这样我导致我如果不弄死那个家伙的话，我这边很难搞定。还是我先去想办法弄到一身白袍。我如果现在可以弄到一身白袍，我说我可以弄一身白袍，也许我可以搞定现在这个困境。我试试看丢一个，看看那个女的会不会被硬币引诱。有点难，像有点难。那么还一个人呢？不容易啊！其实我的行动已经够可疑了。可惜尸体就没有办法往上抬。如果尸体有办法抬到上面去，可是没有办法。这样会看到吗？好像会看到。要不然我们试试看好了。好吧，不是也不行啊，总不能一直在这边拖着吧。
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会不会看到。理论上会，这个地方呢，会看到。这个地方呢，还是会看到。还是开启这个警报。如果我开启这个警报，他走过来的时候，还是我丢到远方去，然后从这个地方放倒这个家伙，这样可行哦。我丢一个到前面去，引诱一个人过去看，然后趁机放倒那个穿白大褂的，然后把他拖过来，藏在角落。好吧，不管放倒谁，先试试看吧。好，看看谁会去看。好，快点拖走。不行，被发现了。哎，被发现了，这样不行。哎呀，这个直接好麻烦哦，不把那个家伙弄死，就害我很难处理。嗯，我需要一身白大褂。我如果不杀那个警卫，我就很难过这边，因为他的尸体会被看到。这样真的很纠结。不杀就很难过。我们先再试一次。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扣分的方案。扣分总比不过好吧，对吧？等那个女的走过来。那是一个地下室还是地毯什么的东西吗？哇，糟糕，调查干扰中，结果死的是他。太早放了，太早放了，警卫先死。太早开床头了，结果警卫死了。
那个警卫干嘛那么自找麻烦？湮灭证据，走。我们现在真的干这件事情，真的是只能用得心应手来描述。好了好了好了，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就不要这个警卫又走过来，他就又会死。并不想杀他，他不要做这种傻事。那个男的该死。双杀。什么躯体被发现？躯体被发现？我楼上放倒那个人被发现了吗？没有吧？应该没有人会下来吧？管他呢。我还是干嘛？丢掉。哎，我的硬币呢？就被捡走了吗？无耻家伙！这是我的硬币吗？我的硬币好像掉到这椅子后面了。啊，我捡不起我的硬币吗？捡不到。可以可以可以。珍贵的硬币。哦，应该是没有被发现。好，来吧。好奇心害死一只警卫。太鲜艳了，必须丢掉。啊，好，硬币。
我们现在这样一套流程下来，花不到五分钟，可以说非常专业了。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弄到一身白色长袍。我觉得弄到一身白色长袍是很必要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出去外面吧，弄到外面那个家伙的衣服。外面不是有一个白色长袍的家伙吗？有必要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必须要弄到那个家伙的衣服。哎，好像可以考虑。像可以试试看哦，外面那个跟水电工讲话的家伙，好像我们是可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弄到他的衣服的。如果我们可以弄到他的衣服的话，或者是上面那个白袍的衣服，其实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走这里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放倒这个家伙被发现了。也许这次我们再尝试一次放倒这个家伙试试看。我们等下面那个士兵走掉吧，等前面那个士兵走掉吧。先换上他的衣服。哦，上面有个家伙会认出我。哎呦，好惊险哦。让我看一下。安全协议，他说持有加密器的科学家留下了一张去了教堂的字条。什么鬼啊，去了教堂的字条。好，我先看一下这身装扮可以去哪里。教堂。去了教堂的字条。教堂在哪里？我在想，也许我会需要两种不同的衣服交替使用，一种衣服用来混进那个，一种衣服用来混进警卫室，一种用来掩饰我的，用来瞒过警卫，然后一种用来骗过那些白大褂，
你那些白大褂是会认出我的吗？哎，这身衣服就是很多。两件衣服都有它的问题在。哟，我试试看，听完他们对话以后，我看看能不能直接走正门摸进去。这衣服应该是可以走。这样，这件衣服我就不能走那条路。冒点风险，躲进旁边的箱子里看看。我是硬币就少一个。冒点风险。走出来。里面都是那种毒气，所以我们要先打开那个空气清净，我们才可以进去。蹲一下。最凶残的病毒，好，我们现在嘿嘿，可以，可以。这次换那个研究员会认出我来了。可是这里相对来说安全多了。这是什么东西？很快。现在这边这个家伙就是上次害我露馅的那个研究员。我们如果能够避开它，直接进研究室。但研究室里面好像也会有人认出我们，除非我们能弄到防护服。好像可以直接混进去吧。
好吧，伪装一下好了。我觉得这套衣服好像比较安全。而且里面好像没有人认得我。等一下，病毒在哪一间啊？病毒不在这一间。我觉得包成这样以后，谁都认不出我来啦。破坏电脑。混进研究人员之中。毒杀老鼠干嘛呢？诶，我后面那台电脑没有被我破坏吗？这样我摧毁病毒了吗？还是他会把它弄好？他好像又把那个弄好。破坏啊！手动操控是什么鬼？这是干嘛？这是什么玩具吗？这是干嘛的？哦，他说滴管不可以加，滴管不可以跟这个什么混在一起，是吧？坏掉了。我这样搞破坏，迟早被发现的吧？
可能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它那个病毒才会被销毁，我在想。哦哦哦，它会掉喽！老师，我跟你讲，不能松懈，有的时候就是这最后几分钟。等一下，我先换上衣服。现在我要安全的混出去。也不容易啊，我要安全的出去也不容易啊。诶，这里是不是可以溜出去？没有，这里好像没有溜出去。这里要出去就势必要经过那几个家伙，那我还不如走这。好，就是现在。哦，他转头了。哎呦，他在看我。好，就是现在。这里是那个后门。哇塞，我现在就上床了。这里竟然有一个门，我都没有注意。但是我现在这套衣服是不能走出来的。被发现我就很难搞了。这里被发现我就很难搞了。我觉得最好不要走这。上面，我想抓一个人跟他换衣服。是谁会这么傻被我抓呢？这里倒是有一个人。有这么好那么好抓吗？哇塞，好像有人看到我了。理论上我只要蹲回去就没事了。看来这个门不好走，换一个吧。
这个门看来不好走，我们看有没有好走一点的门。哦，从一开始我们来的门，这个应该可以。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人，没事。我们换回我们刚刚那套管家服。哦，这样就安全了，走吧。等一下，这里好像上去也是扇窗。走这里还是比较……哎，白大褂好像可以走出来。好，安全。吼吼吼！我走出来了，我走出来了，啊！我走出来了。车在哪？哎，车在哪？我走错路了。哦，原来随便抓一台车都可以。它居然有这么多玩法，你知道吗？居然还有小鸭杀，居然还有小鸭杀。啊，真的吗？所以可以搭那台飞机走吗？那么帅吗？哦，好像有诶，这个对不对？哎呀，我们一次就只能有一个离开方法吧。哦，天哪！哦，非常艰难。而且我们都采取的都算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手法。ICA 可以将一个收藏一件大型物品的手提箱运到什么鬼啊？这是什么鬼啊？哦，这个是不是？这是什么东西？这些是什么意思啊？这些是干嘛的？特别调查又是什么鬼？这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些应该就是不同的那个吧？不同的那个游戏的配置吧？这个无聊真的可以慢慢来研究一下。通常这种场景，这个人就要死了。这个叫到底是谁啊？还蛮有意思的呀。这个人是不是上一次抢先拿到那个名册的家伙嘞？神秘密会。
这几把枪，这几把枪，是吗？是吗？是吗？科布又是谁？啊哦！我就知道这就是这个人要死的要死的节奏。好，那我们来看新的故事。这个游戏认真玩的话，可以玩个一年吧，我觉得。摩洛哥，马拉克什。对啊，好装逼哦！这个最后两句话，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是个死人了，那我们就扯平了。看来这个史川伯格就是我们要弄死的人吧。我们要闯进瑞典领事馆弄死他吗？搞不好还要干掉那个杂役丹将军。废弃学校。而且我玩的是大师哦。一个建筑承包商为了他的生意雇佣我们去瓦解叛军情势。有这种事。私运道具到底是什么鬼？这个还听不太懂。哦，这些是我可以开场可以选的地方吗？是这个意思吗？我其实看不太懂。他的意思是这些是我开场可以选的，可以选的东西吗？是这样吗？其实我真不太懂哎。他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还可以换装吗？这是我可以换装的意思吗？那我觉得这套比较帅啊，是不是帅帅的？原来白鸭，原来这个是我可以选的，开场可以选这些东西是吗？还是这些都是我的基本配备？这个纤维绳，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就没一个毛用。注射器，我觉得小丫丫搞不好还比较有用一点。小丫丫，怎么再观望到下个月吗？最好是有这种事情，不可能。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他的开场说明，他到底要我干嘛哦？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可以解锁不同的开场地点，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在不同地方行动啊？是不是这意思啊？那现在我到底要杀谁？跟谁？两个地点的人我都要杀的意思吧？现在是不是？我们先去探勘一下这里的环境哦。
目标 A 在哪，目标 B 在哪。某种政治小说，我们听听他们讲什么东西。他当了30年的校长，他还有100万的钥匙。所以这里有一个大学校长，前大学校长，手上拿着万能钥匙的那种大学校长。等一下，我现在就上床，藏起来。哎，我怎么又进去了？我也超容易迷路的，但是我们先研究一下。我先要想办法混进，去他家。我们要去弄到他那个他爹的那把万能钥匙。你知道我们要进学校，我们可能会需要钥匙的，你知道。而且我跟你讲，学校这种地方，因为很穷，所以学校这种地方，他通常万能钥匙就可以开全部的。开全部的锁。那边好像有一个人，但他可能不会妨碍我。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放倒那个脚。哇塞！要是现在有人发现我，我就很尴尬。要是他儿子现在走上来，我也很尴尬。好，那个家伙走掉了，走掉了。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这里对这个家伙下手啊？好像没有办法。哎，等一下，我怎么就弄死他了？我表示我并没有想要弄死他的呀，等一下，我并没有想要弄死他的，一时失手，我应该要等他走过去蹲下再动手，太急了。而且我再怎么伪装也不可能伪装成校长吧。长相差太多了，我怎么可能伪装成校长啊？要说长相了，年龄也完全不一样啊。可以在这里。但是进来就变成擅闯。我们先把硬币准备好。我觉得我完全不需要扮成校长，长得差这么多。
我们只要摸走他的钥匙就好。好，等他走，走远一点。先在这里蹲一下。现在没事，好。三。他儿子呢？哎，他儿子走出来了。哇塞，他儿子上楼了。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哇，他儿子我并不想伪装的。等一下，不是吧，我这样子我穿成这样子，他那个军人就不怀疑我了吗？太随便了吧，这样就不算擅闯了。不是吧，连他儿子都认不出他爸吗？会不会太夸张了？好，他儿子还是认得出来，很好，总算让我们对人性有一点信心。但是我们现在要，我们要怎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人拖上楼，所以就算我们把它放倒，我们也只能把它放在一楼的箱子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放到二楼去，所以没有办法，他儿子永远没有办法跟他爸团聚了。哇塞，这样还是会被发现，我就说这身衣服不靠谱吧。蹲一下箱子啊。他儿子在门口，我们就很难办事，你知道？最好是等他儿子把头转过去，我们才比较好出门。出门以后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是谁了。现在比较麻烦就是我们穿他爸的衣服，我们到底干嘛手贱穿他爸的衣服啊？好好好好，好啦，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是谁了。自己不能过吗？哇塞，快闪了。他刚刚是不让我们过吗？那两个家伙是不让我们过吗？可是我们现在都伪装成校长了，他也不让我们过。那我们来看一下情报。退休的校长。校长钥匙。马拉克舍老学校。我们罗斯棋子关闭高压电插座，关闭着干嘛？再试一次，我们可不可以过？不行。那我们扮成老校长有屁用啊？我们扮成校长，
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过去。那我岂不是还是得偷一身军人的衣服才能够进去吗？还是我们先穿着这套衣服到处晃一下。那里是学校吧？这里人来人往的，要找到一个适合犯案的地点，好像还不是很容易嘞。造成漏油，而且这里我们干下案子以后，我们没有地方藏人啊，这也是很麻烦的，没有地方藏啊，办呢？我要不要先手贱的观观看高压电源？关高压电源会有什么影响吗？别跟我讲话，你别跟我讲话。我们关闭，关这个到底有屁用？我在想。造成漏油。关闭高压电源的话，那个电风扇就会关掉吧。哎呦，他儿子干嘛一直在那里晃来晃去的？我们应该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是我的确也需要放倒他儿子？我觉得他儿子在那边很碍眼欸，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放倒他儿子，然后我们再把那两个军人骗到房子里面去处理掉？还是我们要很赶时间的，我们很快的在这边造成漏油，然后等来有人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很快速的。你别跟我讲话，你走开！你别跟我讲话。不管了，我要关这个看看关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吧，顶多就是有人去调查。哦，还是我要先关电源，我才可以去弄松那个。好闪！我现在开启电源，就会有人被电死吧。哎呀，这样也不行。我并不是想弄死那个家伙。那我们造成漏油呢？好吧，好吧，这不行，这不行。哇！被发
发现了。啊，我们不过就玩了一下。这里可是，这里是哪里啊？反正就大概不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弄到他的钥匙好像没什么帮助啊。Welcome to Marrakesh 47. The situation grows more tense by the minute. The consulate is under lockdown.我必须找个地方是让我可以混进那个学校的。像你看，我们刚刚拿到钥匙，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穿到他的衣服，所以我应该先想办法去研究一下，我要怎么穿到那个士兵的衣服。我要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能够让我放倒那些军人的地方。例如说，这个神秘的小房间。在这里，如果在这里放倒一个人，可能也许大概不会被发现。像这样，好，我们试试看他的衣服。好，他的衣服，穿他的衣服的缺点就是可能会被其他军人认出来，这就比较麻烦。可是是一个好的开始的吧。然后我们再去拿他爸的钥匙。好，等那个家伙走到那里去。哎，他为什么会走过来啊？你逼我的呀，不想对你动手，你非得逼我，真讨厌。都是他们逼我的。我要回收我的钱，回收我的硬币，我要回收我的硬币。哎，我拿不到我的硬币了。啊，我捡不到我的硬币啦，我珍贵的十块钱。我珍贵的十块钱，我捡不到它的，怎么办？哎，我捡不到它了，气死我了！可恶！哎，既然都来了，
那我看他在这里干嘛吧，没干嘛。刚刚好像有一个人听到声音上楼，可是他没有发现这里被我放倒两家伙。好吧，那我就下楼喽。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擅闯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他儿子发现。哎呦，杀手也是很穷的，你以为杀手就有钱吗？杀手也是很穷的啊。嘿，伙计。哎，这样还不能进去吗？我这套衣服竟然是不能进去的衣服吗？搞什么鬼啊？等一下，我这套衣服居然是不能穿进去的衣服吗？我要弄到一套他那样子的防弹背心才能进去的意思吗？是这样吗？那这个就很尴尬了。我想想看哦，他儿子那个房里还可以塞两个人，也许我们应该要把他儿子也塞箱子，没办法了，只能这么干了。我们得把他儿子塞进来。哎呦，真是没得说啊！我们这边丢一个硬币，看他儿子会不会听到。地毯好像会吸音，所以好像听不到。管他，自己动，你可以动走啊！伪装成店长干嘛？我需要的是军人的衣服。哎呀，糟糕，上面那个人走下来了，两个人在一起我就不太好动手了。要两个人分开我才好动手，两个人在一起我就不好动手。这一套衣服的等级可能不够高，就不能进去。还是因为我没有枪，看起来不像他们的伙伴。哎，心痛了，我的10块钱。我们要想办法放一个家伙进来。造成漏油。造成漏油。哎，我想看啊。是说我们在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搞不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家伙，搞不好我们可以一枪毙了他。有没有什么窗台、什么阳台之类的？我们刚刚在上面的风景好像不是很好，没有办法在上面这边看到那个学校的那个场景，这边不够高，看不到。伪装成校长，里面是满的，有点好笑。哎，这样办法，这边。哇塞，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如果我们在这里丢一个硬币，有办法把人引开吗？算了，感觉好像很浪费我的硬币。硬币不多，
下毒，干嘛下毒呢？这样不行，伪装成店长会好一点吗？伪装成店长，感觉我好像还是进不去。好吧，伪装成店长还是进不去。我一定要想办法放倒那两个家伙其中的一个，弄到一身他们那种防弹衣。还是他有没有别的门啊？我在想他们别的门，这些都进不去的店面，他那个应该有别的门吧？如果这个门进不去，我也许我应该试试看别的门。我去试试看有没有别的门可以走好了。前面一样有武装警卫，哇塞，而且超级多武装警卫。哎，这边有一个超棒的小房间，打是什么东西？看看啊，看来这个印刷团队正在街头上张贴海报，这有屁用？去上路是棋子。如果我能够骗一个人到这里来，那我可以在这里放倒一个人，那没什么好说的啦。来，让我们富贵险中求。哦，乱丢垃圾被制止，太尴尬。我居然因为乱丢垃圾被制止了，太尴尬了。丢脸丢到家了，乱丢垃圾被制止。那里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哦，这是什么？香蕉干。这里有非常大量的公共电话亭。我觉得我这边可以放倒一个人。可是我觉得我要等后面的人走。我觉得可以。等一下，那有一个人。哎呀，这里有人，讨厌！啊，他又要捡走我的钱了！啊，那个家伙在那边干嘛？我的钱！混蛋！那个在那边抽烟的家伙坏我好事，刚没注意到这边有这个抽烟的家伙啊！我的钱，这个混蛋！啊，好气哦！我的钱，被他捡走了。
好生气哦！穿刺，缺少螺丝起子。啊哈，我的钱！那自己丢会不会被发现？管他的，试试看。富贵险中求啦！他把万能钥匙卡留在停车场。是谁在说话？谁把万能钥匙卡留在停车场？停车场是指这里吗？万能钥匙卡，感觉就好像就很有用哎。又是食物。好吧，我们现在我们，我有点好奇他说的这个万能钥匙卡是什么东西。我想进去看看。鞋垫，为什么有鞋垫这种东西？这里有一个人，附近有没有其他人？没有，可以放倒他吗？不行，有人在看。但是也许我可以很快的。但是我在这里有屁用啊，下去看看。镀金牢笼，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好奇，下去看看。这里有一个会认出我的人，重点是这里是什么地方呀？快速的闪到后面去，可不可以？我想放倒那个家伙，可是我放倒他这边是没有地方可以藏的，所以我还是走出去吧。跟着人群走。这里有个箱子，You made it. Most impressive, 47. Now to locate Klaus Strandberg. 奇怪，我这是走进哪个？让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工具间。
在我们在，这是哪里呀、啊？我就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了。我现在在哪儿、啊？我被保全摄影机发现了，他呢？我今天只是来探路的，所以没有关系。我感觉我们目标就在上面目标就在上面那我是不是要想办法？这又是这种东西螺丝起子，这个可以剪一个看看。这边好像认得我的人就有点多了，让我想想看，我现在要怎么到楼上去？汽水罐，汽水罐有什么用？现在不是很确定我要走哪里到楼上去，所以我决定随便找个方向。这边有一个白色的。这里是休息室吗？上楼，耶！领事馆到了，但是这边有警卫。如果出现安全漏洞，它会触发手动警报，启动撤离程序。这边有没有藏人的地方？没有。有地方藏着怎么办呢？我要怎么突破我前方的这个警卫呢？只有他在，可是我们在这边放倒他的话，我们没有地方藏有地方藏吗？没有，没有地方藏。没有地方藏就有点麻烦，除非我能确保没有人会到这里来。对，没有地方可以藏。怎么办？要不要放倒他？还是我们先放倒一波？不行，这边还支。我在想，我们放倒一波，然后我们混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富贵险中求嘛。可是那个家伙站在那里，就没有办法放倒这个人。还是我要去手动触发警报？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快走啊！快走啊！还有没有人？没有，先上他。
先闪，先闪，我们一定会被发现的，所以我们先闪。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管了，能躲就先躲一下。这里有一把车钥匙。员工车钥匙吗？上面有其他警卫在。不行，不出去被发现了。人有点多，我出去被发现了。伪装成领事馆实习生，这个好像比较靠谱一点。我们试试看有没有办法伪装成领事馆。伪装成领事馆实习生，权限好像比较高，但是我们要先找到一个适合毁尸灭迹的地方。厕所，很棒，很好，厕所就是很适合毁尸灭迹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诱饵了，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开水龙头了。哇嘞，这个水龙头就是没办法开的吗？哦，被发现怎么办？藏一波。等一下，领事馆保险箱密码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领事馆保险箱密码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完了完了，我现在只能躲在厕所里面。哇塞，这家外面有人吗？有个人在那边照镜子，他们应该不会这么没礼貌的闯进别人的马桶里面吧？哇塞，这个东西就不用投影了吧？人家上厕所就我们就不要投影了，真尴尬。做的也太写实了吧！人家上厕所都要投影出来吗？真糟糕，真尴尬，怎么办呢？好好好，他出去了，啊，真是的，糟糕糟糕的这个地方。但重点是我现在我要混到楼上去啊！我现在重点是我要混到楼上啊，可是这个地方我要扮成实习生按摩专家，什么鬼？那他是小便好吧，按摩专家，我能不能伪装成按摩专家呢？哎，我要怎么坑一个实习生啊？所有的出入口都有人在把守，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蹲厕所比较有意思一点。我可能就在厕所里面蹲，有人进来我就，如果是实习生我们就绑架他，然后把它塞进厕所里关起来，我们就这么干吧。我们就守厕所待兔吧，好吧。这就是今天的策略，蹲这一间好了。
其实蹲两千好像意思差不多。大家就不要是警卫进来，我要的是实习生。那警卫进来对我就没有帮助。我本来是要去找那个校长的，为什么会莫名其妙走到领事馆来？而且我们最好要记得那个，记得我们来的路线，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回头去杀那个校长。而且要是一直没有实习生走进来怎么办？我只好歹来一个职员吧。要是一直没有职员走进来，那我不是要困死在这里吗？哇，这个是警卫，这个不行。我们不要警卫，我们不要警卫，我们要实习生。他蹲在那里干嘛？那进来厕所还检查管线吗？照镜子，不要再照了啦，很帅的啦。哎，这间有人啊，你没礼貌。这个有点过分了，一个人有一间厕所好吗？厕所已经有人了，他还坚持要跟我进同一间厕所，这真的很糟糕。目标就在我们正上方，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把他怎么样。哎，不是吧？你们干嘛？你们一个人有一间厕所？哎呀，这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我没办法对他们下手，很糟糕啊！我要带旁边那个家伙跟旁边一个警察。好好，守卫走，守卫走。跟你讲，守卫走了就是你倒霉的时候了。太大只了，我们现在有全新的装扮。潜入，装成实习生。不用，我们上楼。哦，我们有不合法的物品。这里人有点多，我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不要的东西丢掉。看来看去，只有厕所适合丢不要的东西。剩下的东西都合法，这样子我没有枪，我要上去我就不能用枪弄死人，讨厌，没有办法，为了上楼忍辱偷生。哎，为了上楼啊，忍辱偷生。悲伤。
但是我成功的混上楼了。现在我们只要找到方法击杀目标物就行了。我们先混入实习生之中，目标就在那。他偶尔会一个人行动。可是他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不行。进来看看。一个办公室，装成领事馆清洁工，好像也是一个方法。没有办法，我现在穿得太帅了。这里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通向哪？哎呦，持枪警卫！哎呦，等一下，保全！那个会认出我来。怎么办呢？我要怎么？那个家伙就在那里嚣张的游荡。我们就在这里偷听，是不是有点太显眼？在这里把人做掉，有没有地方可以藏啊？两个都在里面的情况之下，我很难下手。再跟出去看看吧，看看他的行为模式再说。拾取老鼠毒药。也许我们可以观察他会吃什么东西。还有人在看我，小心一点。他的办公室，他会喝那个酒。也许我们应该等他们都走掉。有一个警卫不肯走，怎么办？而且我没有零钱了。哎呀，10块钱逼死英雄好汉。我没有零钱了，我没有办法引开那个守卫的注意。不引开他，我们就不能下毒。而且这里好像没有其他藏尸体的地方，不是尸体啦，藏人的地方。
不是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一下我手上拿到的毒药是什么样类型的毒药，是那种呕吐类的嘞，还是催吐类的？它是催吐类的，所以它会找领事馆保险箱密码。它是催吐类的，所以它喝下去之后，它并不会死啊，它只会找地方吐而已。天花板上没有办法。我手上有保险箱密码，但是我没有办法开。可恶，这间办公室人太麻烦了。那个警卫是我的最大的阻碍。我看看好了，这边出去是什么地方？哦，另外一间办公室，拆信刀，书面协议。史川伯格会跟杂役丹在地下隧道的中央见面。哦，他们用关键字来召唤彼此，其中一个锁在保险箱里面。这个保险箱我倒是能拿到。好吧，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柜子，所以如果我们把人弄死了，我们是可以进这个柜子里躲的，是可以把它塞进柜子里的。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要抓准时间。我们必须等一个走。我们放倒一个人之后，我们要马上把他拖进来，感觉这有点惊险，不是很容易呢。再出去是什么？看一下再出去是什么？哇嘞！钥匙卡读取机，自己出不去啊，自己出不去。这里呢？这里出不去。那怎么办？那这间房到底是干嘛的？我需不需要在里面蹲一下？两个人，我就没有办法动他们。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把那个家伙干掉，然后把它塞进这边的柜子里面。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状态。可是就一定要等这些人全部都走掉，或者他自己傻傻的走进来，我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可是目前看起来他们好像没那么傻。这样我的情况不是很妙，还是说拆信刀致命投掷？拿着刀我就会被……好，现在两个人都在外面。这是一个可能的时间点啊！不行，有一个人走进来了，只要有一个人走进来就不行。这里我出不去啊，出不去，致命投掷，看看了。
还是说它可以发出声音呢？如果我在这边投掷，它会听到，它会进来吗？完全没反应。我觉得是可行的。我们透过投掷把这个人骗进来。可以可以。哇塞，这是什么鬼？哎，这是怎样？这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吗？这是怎样？自己送上门来的、啊？那我能说什么？先存一个档啊！好像我们不用急着存档吧？还是要存档？不要存档？要存档？不要存档？要存档？不要存档？我只有一次存档机会，我要不要存档呢？有点纠结，我只有一次存档机会，我只有一次存档机会。存了，难得有这个机会把它弄死，不存不行。虽然我觉得我存了，我一定会后悔。难得有这个机会，但是先存档啊。那个家伙，可是重点是那个家伙身上居然不带密码卡，我把他干翻了，我居然还是没办法拿密码卡。我现在想的是，我还是要骗一个家伙进来，知道？可是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别人进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只要把所有人都弄死在这里面，也不是弄死啊，就是全部人都放倒在这里面。哦，他们听不到。我的计划就是，我的计划是，我的计划就是等一个家伙靠近门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拆信刀投出去，吸引他的注意，然后我们关门杀人。家伙好，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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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好说的。一个柜子可以放两个人，真是太好了。但我不需要用到这个枪。让我把我们的拆信刀捡起来，它还可以再用一次。现在门外只有一个警察了。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最蠢的方法，通常也是最好用的。对付 AI，哎，他毫无感觉吗？混蛋！这个家伙居然毫无感觉，你敢信？迟钝也该有个限度吧。迟钝也该有个限度吧，大哥。哇塞，毫无反应诶，这个家伙。那我可不可以在这里这样使用密码？反正他不会管我。这是你逼我的，我试图好好的跟你丢拆信刀，你不理我，这是你逼我的，樱花，紧急隧道的时候，呵呵。同谋会在电话上使用关键字来召唤彼此。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哎，紧急状况的时候不就是现在吗？超级紧急啊！好嘞，但是秘密隧道在哪里？这一边的警卫会发现我，我不要走这一边，我要走这一边。现在我们要。前往秘密隧道是吧？就是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那条隧道吗？有人还记得那条隧道怎么走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放倒了一个警卫进来的，所以我不记得路怎么走了欸。是不是这里啊？我们是不是在这里放倒的警卫？是对吧？完美，走吧。敌视区，尴尬。伪装成士兵，就在这里伪装吗？诶，我刚刚放倒那个人呢？这里还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那我还是可以堂堂正正的。等一下，我那个时候是从哪里走过来的？尴尬，我那个时候是从哪里走过来的？这里吗？
很好很好，目前他们都没有认出我来，有一个认得我的人在那里，那我怎么办？说真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武器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只有赤手空拳，跟一颗充满热情的心。哇塞，等一下那个家伙会认得我，我操，尴尬。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催吐老鼠药有屁用？人现在都在这里了，可问题就是我弄不死他们。也许这个可以。That is General Reza Zaidan, Keeper of the Peace. 我在这里弄他，我就不用活着走出去了。我在这里，刚刚没有放倒那个家伙实在是失策。可是这里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藏人。怎么办？我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搞定他们的？完全没有。致命投掷。我在这里致命投掷，不就是会被发现的意思吗？哇塞，那个家伙还站得很正。我先放倒前面这个士兵，看看我能够利用他干些什么。哎呀，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哎，这边没有柜子，我需要一个柜子。我拿到一把枪可是有屁用，除非我要把那个家伙干掉，不然我拿枪就没什么用啊。放倒那个家伙拖到这里来呢，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益。不过好像也可以试试看。那我不要急，一个一个来。我等那个家伙再走到里面去的时候，我先放倒门口这个家伙，先放倒他。就是现在。然后是等他，
等他一转身，我就放倒他。哦，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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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有什么东西？好，现在里面还有两个人。那个家伙就不看我，但是我可能会需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10块钱逼死英雄好汉了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有10块钱，我需要烦恼这个吗？我还有什么能丢的东西？其实我没有10块钱。要是我有10块钱，他们都得死。哎，将军走了。既然都来了，毁尸灭迹一下。好了，优雅的离开。可是有个问题，我要怎么走？这里吗？咚咚咚，没有人认得我。出口。结果，谢谢。结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到了吗，拉丁？我就冲着你居然说我这关要打很久，我今天就破给你看，哈哈哈哈，太完美了！好啦，哇，我们今天超时了，我们今天就打到这里吧，我们今天。完美的完成一关，超级优秀，我只能说超级优秀。哈哈哈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礼拜三，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啦。我本来今天只是要踩个点，结果就把这游戏给把这一关给打完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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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好多花样哦，我只能说好多花样。天哪，好多花样。呵呵，然后我们把这段动画看完吧。One of my people has gone missing in Johannesburg. A key bearer. That is like an infant. Still, the system demands 2 keys, and the rest are all accounted for. Except for your late predecessors. Tom? But his brain went down over the Pacific. It was an accident. Such was the conclusion at the time. Yes.
Hi, Mr. Fannin. Happens all the time, even to us. It seems like a conspiracy. 这些人怎么感觉都像嗑药嗑多了的样子啊？脸色苍白，眼眶凹陷，脸颊消瘦。看来有两批人在对付他们啊。哇塞，里面居然被拆成这个样子，被偷光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下家，明天见，拜拜。